北台湾的锅具厂生产的锅具不只是 MIT， 近年还研发出全台唯一的远红外线陶瓷不粘锅。老板吴金焕当年只是个锅具业务，四处奔波销售。几年前，原本的锅具厂老板要退休，他想想自己有多年经验，决定接受新挑战，承接工厂。除了承袭传统工艺，更不断加入创新元素，和团队一同研发远红外线陶瓷不粘锅，就算用铁铲也不怕刮花，一年就卖出30万把，大获好评。那我们零点零九啊。大锅清炒蛤蜊，香气四溢。就算烹饪老师使用铁铲恣意翻炒都不成问题。像我刚刚炒蛤蜊，这么大声、这么用力的去炒它，锅子完全不会受伤，因为它不像一般的这个我们所谓铁氟龙的那个 coating 的锅子，你拿铲子一刮，它就会有花纹出来啊。所以这个锅子呢，它非常的耐磨。不止耐磨耐刮，还将远红外线和陶瓷不粘锅做结合，这可是锅具厂老板吴金焕和团队绞尽脑汁研发，可说是全台首创。因为发现说，为什么现在消费者每次买了不粘锅回去之后，奇怪，为什么这锅子就容易刮伤了，就容易粘锅，这锅子就没有用了。有的锅子可好几千块，甚至上万块都有，所以我们才研发出这个远红外线陶瓷锅。它在烹煮过程当中，它可以释放远红外线之外，那它也是一个真正可以使用的铁铲不粘锅。宽广的厂间里，师傅们正忙着将锅具成型。这个铸造所使用的原料是纯铝料，我们为什么要选择纯铝的材料？就是因为纯铝的材料它的密度比较高，那比较没有杂质，所制造出来的产品呢，它的导热系数也会比较好，所以我们选择了纯铝的材料。他们有些人他们用的原料就不是纯铝的时候，它的导热系数就没有那么好。坚固的铝料经过1600度以上的高温熔成银白色铝汤后，师傅小心翼翼将滚烫的铝汤浇灌进模具中，进行重力铸造。所谓的重力铸造是，当我们在制作的时候，因为我们这个模具上面有胶口，我们把铝汤浇入的时候，让它自然的流入，让它的密度慢慢往下沉。那这样子好处就是，这样子的锅具起来，它的材料在慢慢的沉下去的情况之下，它会比较扎实。雾灰锅胚象征的是传统手工铸造的朴实工艺。拿起锅胚，师傅会先转一转，瞧一瞧，有杂质或是进了空气都得淘汰掉，完美的半成品才可接续现代化的 CNC 加工。这个就是我们锅胚完之后我们要做的外表的加工，那在锅内呢，我们有多加了一些螺纹，那这个螺纹的用意呢，就是让它里面产生一些空气，当我们在煎煮食物的时候，食物本身有一些异味或者腥味，它会利用这个空隙呢，把那些异味排出来，让食物烹煮起来会更加的美味。那在外部的话，我们有多增加了一个垂流设计，让你在倒的时候，那个汤水不会直接沿着锅身跑下来。功能及外观上增添许多巧思。其实20-30年前，这里生产的锅具走的可是极简风。早期的时候，我们工厂这边生产的时候，它完全是没有做这个车床的加工，那单纯就是做一个锅子成型，所以它表面上并没有这些螺纹。当时年轻的吴金焕还只是名锅具业务，他被赋予重要任务，要将锅子带到百货公司销售。而那时台湾制造的合金锅并不多，因此他相当忐忑。刚开始我想说，这种锅子到那地方卖会卖得好吗？所以我那时候每天只要一两天，我都会去看这个锅子到底卖得好不好。结果我连续去看了好几次之后，发觉这锅子整个都已经卖完了。销售成绩超乎预期，让吴金焕暂时放下一颗心。但大众的饮食和烹饪习惯日新月异，因此无论材质或外观，他们都得不断更新。
一道道工序是跟上时代的脚步。锅具外观加工后，接着进行喷砂。喷砂最主要的用意就是一个破坏性的工序，最主要是要破坏它的氧化层，还有它的应力，还有增加它的附着力。光滑面的时候，当你涂层上去的时候，它很容易剥落，哦，粘着性就会不好。这喷砂处理完之后呢，我们就会去做所谓的硬阳处理，增加它的硬度之后呢，它的寿命也会比较长，也会比较坚硬。有了坚硬度，锅具还得穿上独家不粘外衣。我们第一个是喷涂红外线陶瓷的外漆，哦，然后经过喷涂完之后先烘干，烘干完之后我们做第二道的陶瓷不粘漆的喷涂，然后再烘干。因为我们的陶瓷漆里面它本身就有含红外线的成分在里面，我们加上去在喷涂的时候，就是用我们的陶瓷漆的时候，它本身就已经有含红外线了。喷漆队伍一个接一个，这里每年生产的锅具可达到30万只。在经过约400度高温烧结，这时的锅子可是相当坚固，就算是接受钢刷挑战也不怕。这个是我们的耐磨实验机，就是它是一种破坏式的试验，就是把我们做好的成品的抽样，然后来过来这边，然后我们一般来讲我们会刷差不多1000下，那这个刷子呢本身它是球形的不锈钢丝球形刷。然后再来，我们上面会负重差不多3到5公斤左右的重力。不同于一般不粘锅，刷不到10下，里头材质就曝光。经过层层工法的锅具，就算刷了1000下，不粘涂层依旧存在，这样的品质才能过关。因为老板吴金焕从基层业务做起，卖锅具20多年，经验老道，对工厂有着高期待，也因此对品质的要求也高标准。几年前因缘机会下放胆承接锅具厂，就算立刻碰上问题，但担任业务的日子里也磨出他坚毅的个性。第一个就是商品线的严重不足，那不足状况下，因为你业绩可能没办法再度的提升，那你可能会停留在原点，那甚至有可能被取代的危险性，所以这种状况下，那我们就再增加一些商品。另一个面临的问题是，市面上国内外锅具商品良莠不齐，价差大。他认为台湾相关技术可不输人，坚持生产在地化。假如说从国外引进国外的商品进来，这东西并不见得都适合台湾人在用。所以我认为就是说，假如我们可以在台湾制造，可以在台湾生产的话，那开发出来的商品绝对会比从国外进来更适合我们国人使用。那另外一个，我们的成本应该也比较低，所以反映在售价上也会比较低。觉得像它底部啊，如果可以再采用使用能够适用电磁炉的技术的话，我觉得会跟当时台湾的消费者比较成熟。对啊。现在吴金焕的儿子也加入行列，为传统锅具产业注入活血，父子联手精进，期待 MIT 高品质锅具能够扬名国际。